大家好，平时我们捆绑东西的时候都是这样捆，这样捆不结实，还容易开。今天我教大家一个结实又牢固的绳结捆法，越收越紧，而且呢解开还非常方便。大家看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反过来做两个圈，你看，然后拿住这个绳头双一下，这样对折一下，放在这个圈里，看了吗？然后这个绳头也是。这样对折一下，穿进这个圈里。你看，这样我们整理一下。你看，我们拽这两个绳头。你看，这样，这样越拽越紧。你看了没？越拽越紧，非常结实，非常牢固。而且我们解开的时候，只要一拉绳头就开了，非常简单，非常容易。把这个分享给你，希望可以帮到你。感谢观看，再见。